这才叫顶级小托，就是人类史上究极版江洋大盗。Hello， 咱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调节他的肢体，从而拿到钻石，完成一场堪称完美的盗窃。好，首先呢，咱们先卖钻。问题不大，咱们先想办法将他站起来。就当我以为操控江洋大盗走路已经是这个游戏的究极难度，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箱子才是我盗窃路上最大的障碍。好家伙，整整30分钟，我你妈尝试了上百种的姿势，终于算是到了这个箱子的顶上。现在只要我以手臂为支点，轻轻挪一下，咱们的人物就可以轻松跨越这一障。没关系，看这次先用脚后跟牢牢地卡死箱子的边缘，这时候再轻轻往前一顾，这波怎么说，直接无敌。现在重心全在这一边，只要我松开双手，人物指定往前掉。你妈整整过了1个小时，我熊四这里边的保安都该上班了，我才把这箱子过去。然而直接让我崩溃的就是这个电网，注意看，这波咱们已经把第一只脚跨越了这个电网，此时我重心向前，那么只要稍稍抬一下后边的脚，人物必定。你还是别玩了。